사랑꺼내 백희 더위 까몰한 외화리 웜시심한기 맘시여운디 웬지시슈메가샤와주기 신사리 이월이카날땡땡메리 깍떨진거쥐 谢阿 Sir 蔡宗颖，谢谢老师。好，我们首先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。来，宗颖，你今天让我吓一跳。我们一直看到了品话也好，看到了目录也好，我们都觉得哇，真的是很有梗，都很棒了。问替你烦恼，又给你个选到这首哦，这样很台味的歌曲。问替你烦恼，问到底下讲啊，这困难了，这困难。结果想没到你还是出了绝招。你的绝招让我非常惊艳的是，我每一个都猜得出来你在模仿谁。好，所以你一旦红感受到讲，哦，我原来我咧模仿什么人，大家呐拢听得出来，安尼叫厉害。所以每一个特色，拢以每一个特色的歌型出来时，我就觉得这个演唱会太棒了，它太符合这个主题，哦，符合这个主题。当个尾啊，用到你的原声落去唱的时，又是那么的。那么 的快乐的一首歌曲，我就觉得表现的安排的那个梗非常完美，真的今天展现的算是非常不错。宗颖呢？宗颖先一边唱歌一边在模仿很多歌手，对不对？好，一开始的时候说真的，我觉得有点做作，就觉得为什么要这么表演啊？那到后来就开始慢慢有回来，就是有回到你原来的那个唱歌的水准，所以整体来说水准也还是不错的，但像这种表演一次就好了，下次希望你如果有下次，希望你回归正常好好唱歌。好，谢谢。我觉得这首歌呢，就是到最后既然要设计这样的一个版本哦，到最后其实还是要给我们再达到一个高潮点，因为这样的设计是你一旦 A 段好模仿两个人唱歌，再模仿两个人唱歌，这个招数大家就看熟了，你要再给他搭第三次的唱歌哦，你要有一个设计点是，哇，怎么可以这样设计的？比如说你最后一次副歌的时候，你不是有个动作这样子吗？像郭富城爱不完吗？如果那一段歌的歌词是唱广东语，我觉得这个歌就会更有亮点，就是感觉，就好不容易觉得这个成立，又有点掉下来，啊，谢谢。子宏老师有说了，不要再鼓励他了，嗯。
好好唱歌。但是那个选手不一定会听评审讲的话、啊。哦，那是真的。OK， 好。